Hello，大家好，我是 Ida，然后呢，现在时间是早上5点，要搬了，然后我已经准备好要出发去火车站了，要坐火车去 KL，因为呢，今天是，也是看演唱会的一天，然后但是今天的演唱会非常的特别，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去的，就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姐，就是我们4个人去看的第一场演唱会是。我们的歌神张学友的演唱会，然后其实本来我是没有去的，但是因为前几天就刚好我的宿主他有票，然后他就临时有事不能去到，所以他就把票给了我们家，所以就变成我们家就去了这个演唱会。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出发去火车站喽。Hello，现在时间是6点，我们准备要出发去坐 MRT 了，因为怕塞车。然后8点的演唱会，然后建议大家，如果你们要去看演唱会什么，就是真的要坐 MRT，不然你真的会塞到你发疯，就是会怀疑人生那一种，然后你一定会迟到你演唱会，所以一定要坐 MRT 去。我们已经进来了，然后这一次坐第五排。
是别残留难舍的词汇。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保重身体，保持身体健康，好吗？因为如果我自己身体健康，我相信我还可以唱到70+、80+。所有的表演的台上的表演人和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努力地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欣赏我们今天的演唱会。多谢在这边是负责我们铜管，今次做这个演唱会之后，我对管乐真的非常地了解的，即以前是什么叫铜管，是不是那些水喉那些人原来不是的，铜管是其中一个吹奏的部分来的。负责我们铜管部的老师，这两位负责圆号的老师，杨康两位老师，我们是王老师跟王水光老师。在他旁边是负责吹萨克斯的老师，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做杨国元老师。照亮全宇宙，
弱的心，为何让你看不透？就算千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宽松需求，不想孤单的等候。但求你未得我，可以纵情改变，我愿真情真意，不想一生跟你走。但求你未得我，可以纵情改变，默然带着泪流，不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是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
放在上的天有一些些，是我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瞬间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一场现在已经回到槟城了，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这场演唱会的感受。OK， 首先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真的是不愧是歌神，你懂吗？62岁，我真的觉得很 respect 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他从跳、从唱、从 rap， 然后到整场演唱会，我感觉他是没有喘过那种啊，而且他是真的很 enjoy 在他做的这个事业里面，就是看得出来他是很开心的那种，而且他是蹦蹦跳跳那种感觉的话，看不出来他完全是一个62岁的人在那边唱歌给大家听。而且相信大家看到我前面的 video 应该都听到说还是很稳的那一种，就即使他在跳啊还是什么，但是他声音真的是很稳很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真的觉得很真是一个盛宴的感觉。然后再来第二，他的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绝美，我觉得这一场演唱会的关键就在于他的舞台设计是非常就是很新潮的一种方法，反正就是乐器很多，就是古典的，然后再加就是现代的 jazz 的结合在一起的那一种，然后整个舞团呢跳舞的那个都是由很专业的芭蕾舞团去编了整个舞，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的点，因为这是我有史来看第一次演唱会是看到这种结合，然后第一次看舞蹈员是芭蕾舞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然后蛮新鲜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再来我觉得他最厉害最厉害的是他可以把一个舞台搭出另外一个舞台的感觉，就是大家有看到他的舞台是有那种好像 cube 这样子的，对不对？格子的，然后就有分成16格这样子，而且到中间的时候他的舞台竟然可以动，哎，就是从后面然后可以慢慢往前拉，整个我就觉得很震撼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愧是歌神的演唱会，一生人必须去看一次的演唱会。就是单单他的 band 就已经有好像53个人了，然后再加上他的舞蹈者是20个人，所以总共是73个人，再加埋他是74个人，所以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庞大然后很有诚意的一个演唱会。那这一场演唱会对我来讲没有缺点，就是真的是没有缺点，而且是非常准时开始，什么都是非常好安排妥当一切，所以对我来讲很难得的一次演唱会。然后因为听说票是真的是抢到没有的那一种，所以真的是很庆幸可以看到他的演唱会，然后如果大家还有机会的话，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张学友的演唱会，你绝对不会后悔，而且你真的是会意思，你懂吗？你不有些歌你不太会唱，但是他还是会带动你，他不会让你觉得很 boring 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点。
好，那我们今天演唱会就到此结束咯，然后敬请期待我下一个演唱会。然后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下个星期。那我们下个星期见咯，拜拜。